大家好，各位好，你看衣服卖的哦，那今天好多钱？来往前走。上个月吼，当时就是开始做，开始在做消毒。伊记者一直拢一直做疫情消毒吼，啊，今日才来清理。啊，当然咱才这么容易，还佫七八日还袂消毒。伊最近咱去改消毒好，但要嘛爱呼吁大家吼，要预防，就是说嘛爱叫大家各大众大家爱照三工吼。啊，最主要吼，平常下雨，因为大家当起码都下雨天吼，啊，下雨天拢容易啊淹水，尤其在淹地就会淹水。啊，淹水就会产生一些哈，啊，像化粪池哈，啊，溢出来啊，都挂寄生虫啦，病媒蚊的发生哈，啊嘛，希望讲落雨衰生，啊，咱民众就使哦，去顺顺看看的吼，啊，该有水的所在，有东西有水的所在倒掉，啊，该清清的，哦，啊，该洗洗，该撸撸的安尼吼，也当预防那个啊病媒蚊嘛，预防登革热吼，比较呼吁按所有的市民，预防登革，大家一起来。啊，大家吼，啊来。穿结实，但这个水沟也是讲吼，内面漏水上，咱来做掉安尼，希望吼，大家吼来踊跃吼，咱来参加这个活动安尼。